早晨，这是8点多，我们这露水挺大的，所以早晨呢，我一般呢拿个簸子，趁这个露水在的时候呢，把这些桌子呀、沙发呀都擦一擦，这样呢也能保持着干净的状态。我就这样拿簸子，这样一擦，你看毛巾也是干净。既能保持干净的状态，又能够呢让这个沙发呢快速的干掉，要不然全是水，看看全是水。你看这个簸子还是干干净净的，我们这真的不是特别脏。早晨趁这个露水，越是露水大的时候，说明今天这个天气越热。你看这个后面都已经晒干了，太阳出来就能够把它们晒干了，这上面也是水水的。哎呀，我的这个白抹布都已经擦得水淋淋的了，看都能挤出来水了，全是露水。早晨的露珠，这些躺椅上也全是水，看看全水滴子。哎呦，看这一擦就很干净。我有时候出来晚了就已经晒干了。小辉，小辉试图往这边走了。这个椅子呢，实际上还能放到水里边坐，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正好有这么两个垫子拿过来，要不然这个椅子坐着太低洼了。上面还湿湿的，这边太阳还没过来呢，还晚得很呢。你看我这白白的抹布，就这样擦一圈也不是特别脏，水今天很干净。露水都放到这边来，小辉，哎，小白在那吃草。天哪！刚才看到两个野狼从这个篱笆外面经过了，好大的两个野狼呢。你说这个地方敢把小猫弄出来吗？根本都不敢，小猫出来就成了野狼的美食了。小辉在吃我的韭菜，小白，小白 come here， 又跑到那个大柱子旁边绕住了。Come on！ 看呀，这俩在地下给我打滚。小坏蛋，剪个指甲死活不听话，太厉害，竟然还要咬我。早晨终于说服我先生来晒晒太阳。我们这个年龄呢，最怕流失的就是钙，身体呢钙的流失量很大，所以晒晒太阳非常有好处。Today I see the coyotes, two big coyotes, round this way. Right up on top of the hill here. Yeah. Big. Yeah. 今天跟我女儿要到旧房子去找了个师傅呢，来看一下怎么样装修。放进去也行吧。就换地毯还便宜是吧？地毯
你具体问一下。外墙原来我就想弄了，我都没弄。不用，不用弄外墙。哦。因为你不是全屋。哦，还有一些窗纱坏了，到时候也换一下啊。那都是小问题。对。那都不换都。哦，我待会儿把这个灯也摘掉啊。可惜了。院子这是院子是我五年打理的边防，对，我们这高尔夫旁边的这个球场的房子挺漂亮的。对啊，最近有时间是等你确定了我就有时间，我就我们随时就可以确定了，就现在已经搬完了。我们又来到 Home Depot 来选那个刷门框的漆和墙面的漆。我们就选了一个这个好像感觉挺好的。哇 ，You are so comfortable 啊，小辉。Oh, now you spooked him. Oh, No. 今天准备给小猫洗个澡。现在呢，已经把水呢接在这儿。我觉得用这个大的这个水盆给小猫洗澡应该是非常爽的。我现在试一下。哎呀，看，哎呀 ，Oh my God， 动，嘿呀，哎呀。小辉现在稳定了，刚才紧张的，我给他弄的最 gentle 的这种风，风力不大，可能得时间长一点才能吹干的。哎呀，看这里，哎，not good。You don't have to interfere with them every minute. I wish I fit in there, all nice and warm. 哎呀，小灰都出来了，整整烘了一个小时，好像是，我看看干的不？哎，哎呀，这两个都不让我抓住，吓住了。我看看你们干的怎么样啊？我看看尾巴干了没有 ？Let's see， 啊、哦，小白，哎呦，尾巴竟然还湿的呢！哎呀，可以，可以啊。还有点湿，肚子这还湿的呢。小白 ，Let's see， 小白 ，Let's see， 小白。哦，妈妈 ，See you， 哎呦，哦 ，Not good。哦 ，Come on。He's close to dry。哦。How about you， 小白 ？That's good。啊 ，Good for zeal。Good for nothing 饿了可能是哦、oh, OK 看到小白还在这还在给自己舔我看看